呀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这不是我老同学孟少吗？哎哎，你好，你的婚车跟捡垃圾的呢，还有你来参加我们同学聚会，这不接到班长的通知吗？刚好我也有时间。你还是不要进去了吧，跟你吃饭简直就是降低我们的档次。哎，小海、孟少，你们怎么还不进去啊？哎呀，班长啊，你吃个饭怎么把这个人叫过来？我看着他，你饭都吃不下。哎呀，大家都是老同学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你怎么这样啊？我怎样啊？就你这个捡破烂的，我说你两句怎么了？你还有脾气了是吧？识趣一点，赶紧给我滚！哼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樊东，你怎么不来了？不进来呀？哎，陈老板，你来了，刚好想给你打电话了。啊，这是我班长，以后他的消费全部算我头上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你呀，以后出来戴副眼镜出门。走，班长。